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干那活去。上的有点麻烦，它底下呢得要搞一个管，咱们上面再拿这种东西来就上上才可以。好了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后桥油啊上的很麻烦，这个咱们说句话，得要去建议这个厂家，把这后桥加油的时候得想慢慢来弄弄，很麻烦啊。谢谢。另外呢，我们呢一会儿呢要上这个倒档器的油，我打算要用这个牌子啊，我选择的这个牌子，一会儿用这个牌子上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OK， 好了，倒档油啊。上油了啊，这个油是金黄色的油啊，这里该那个打那个黄油了哈。哎，对，已经很干了，已经干了，那就打呗。行，传动轴前后啊，现在正在打黄油，兄弟们来看看啊，多难呐，不容易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在这里呢要感谢啊，感谢我们这个贵州的我们这位小师傅啊，他是那个同族，姓蒲、哎、对，蒲公英的蒲是吧？哎，就是蒲公英那个蒲公英的蒲是吧？哎，对。你看小伙子那又帅气，主要他活好啊，这个、哎、别误会啊，什么活？修车的活啊，可跟别的活没关系，这个别忘了，来四川到广元附近一定要到这会儿来，好不好？欢迎你们。